周杰伦喊晒与岳父合影，翁婿两人一起打高尔夫球，相处模式像朋友。周杰伦晒照罕见分享了自己和老丈人的合影，他自称起了个大早就是为了高尔夫球。从这身清爽的穿着打扮来看，无疑是在南半球，估计又去了澳大利亚，因为昆凌的父亲就是澳洲人。周杰伦戴着帽子和墨镜，秀出的还是那个招牌剪刀手。岳父穿着蓝色衬衫搭配卡其色裤子，戴着棒球帽，状态看起来很年轻。随后周杰伦再次分享了一张合影，昆凌也一起出镜。昆凌穿着假两件，扎着马尾辫，素颜出镜。周杰伦每年都会陪着昆凌回娘家好几次，让她和父亲团聚。他也很喜欢国外的风景，当作是在度假，寻找创作的灵感。有时候周杰伦也会把昆凌的父亲接到台湾来生活一段时间，他会带着岳父一起打球。与其说是老丈人和女婿，不如说更像是兄弟的关系。